老师好，我现在交作业 HSK2，第一考试现在开始。听力第一部分，例如，我们家有三个人，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。一，我看见小猫了，它在那。二，你的字写得真漂亮。三，在家路上慢点儿。四，来坐下喝杯水吧。五，别看电视了，明天要考试了。六，打篮球的那个人是我哥哥。七。你要哪个？左边的。八，我开车来的，我送你。九，先生，桌子上的手机是您的吗？十，他正在睡觉。第二部分，例如，你喜欢什么运动？我最喜欢踢足球。11，你怎么没洗衣服？中午去游泳了，我现在就去洗。F，12，喂，你下班了吗？我还有点工作没做完，你等我一下。一，13，老师，这个。我知道，好，你来给大家介绍。第14，东西都买好了吗？牛奶还没买。C，15，你怎么不高兴？A，天阴了，爸爸说会下雨，不让我出去玩儿。16，服务员，你们饭店什么菜最好吃？我们店的鱼不错。B，17，我们到哪了？看，在这儿，再走几分钟就到了。18，你女儿唱得真好听。谢谢，他喜欢唱歌。C，19，眼睛怎么了？看电脑时间长了，有点累。D，20，你有50块钱吗？等一下，我找找。A。第三部分，例如，小王，这里有几个杯子，哪个是你的？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。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？A，红色。21，你姐姐呢？叫她来吃西瓜。他在房间里看报纸，我去叫他。姐姐在做什么？A 看报纸。22，这次考试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我觉得没问题了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C 准备好了。23，为什么你孩子的名字叫乐乐？因为我希望他能快快乐乐的。男的希望孩子怎么样？A，快乐。24，你认识那个女医生？是，上次我生病。就是他给我看的，
他们在说谁 ？A. 女医生，25，早上怎么没见你出来跑步？我起晚了就没去。男的，为什么没去跑步 ？B. 起晚了，26，给你妹妹打个电话，让她早点回家。打过了，她说买完东西就回来。妹妹最可能在哪儿 ？A. 商店。27，这是你的铅笔吗？是的，你在哪儿找到的？女的找到了什么 ？B. 铅笔。28，明天上午去北京的火车票还有吗？上午的卖完了，下午的可以吗？男的想买哪天的票 ？B. 明天。29，听说中国有100多个姓，比这多多了。白家姓这本书里就有500多个。那本书里有多少个姓 ？B. 500多。30，你昨天下午去看电影了？没有，我去咖啡馆见朋友了。你的昨天下午去哪了？C. 咖啡馆。第四部分，例如，请在这写您的名字，是这吗？不是，是这。好，谢谢。男的要写什么 ？A. 名字。31，你去上汉字课了吗？去了。这个课非常有意思。听课的人多不多？不少，有37人的。女的觉得汉字课怎么样 ？C. 很有意思。32，晚上吃什么？我倒可以。你想吃什么？面条怎么样？好，那我们就去学校旁边那家面馆吧。他们晚饭吃什么 ？C. 面条。33，你什么时候生日？6月2号。那再有2天，不是就你的生日了？是，很快我就18岁了。你的哪天生日 ？B. 6月2号。34，老王，中午有个叫李天的打电话找你。李天，他是我大学同学。他说找我什么事了吗？没有，他让你给他回个电话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谁给男的打电话了 ？A. 他同学。33，现在几点了？3点多，怎么了？我要去机场了，高小姐的飞机5点到，那你快去吧。高小姐怎么来 ？C. 坐飞机。阅读第一部分，例如，每个星期六我都去打篮球。B. 36，儿子跑慢点儿，
等等我。三十七，你怎么不进教室？想什么呢？ A 三十八，这件衣服能不能再便宜一些？ F 三十九，右边高了，妈妈，你那边再往下一点。 C 四十，这个药饭后吃，每天吃三次。一，第二部分，例如，这的羊肉很好吃，但是也很贵。四十一，你快看，前面那个小狗真好玩。C， 四十二，要学会对帮助过你的人说谢谢。 A 四十三，没关系，有不懂的问题你可以再来问我。 D 四十四，从我们学校到机场坐出租车要两个多小时。 B 四十五，电视上说你那明天可能会有大雪。太好了，我们这儿很长时间没有下雪了。 F 第三部分，例如，现在是十一点三十分，他们已经游了二十分钟了。他们十一点十分开始游泳，对，我会跳舞，但跳得不怎么样。他跳得非常好，错。四十六，这个房间是不错，但我一个人住大了点，也贵了些。我再看看别的吧。那个房间非常小，错。四十七，白老师说的那本汉语书，我跑了好几家书店都没有找到，你知道哪有卖的？他还没买到那本书。对，四十八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弟弟，比我小三岁，现在在医院上班。他弟弟已经工作了。对，四十九，小李说他很快就忙完了，希望大家能等他几分钟，他会来宾馆找我们的。小李让大家等着他。对，五十，我是第一次来这儿，所以不知道这些事，谢谢您告诉我。他去年来过这儿，错。第四部分，例如，一，他在哪儿呢？你看见他了吗？他还在教室里学习。五十一， A， 你出门要多穿点衣服，虽然晴天了，但外面还很冷。五十二， D， 快起床，你今天还要去上游泳课呢，还有时间，我再
摔五分钟。五十三 ，C， 请问这个椅子怎么卖？109块，有红和黑两个颜色。五十四 ，B， 苹果洗好了，来吃一个吧。谢谢，那我不客气了。五十五 ，F。什么事情这么好笑？姐姐在说，她旅游时见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人。五十六 ，B， 这个字是“搭”的意思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们去问问张老师吧。五十七 ，A。对不起，张先生，有事出去了。他没说他什么时候回来。五十八 ，D。晚上一起去跳舞怎么样？下次吧，我今天累了，想早些休息。五十九 ，E。我和我丈夫2008年去过一次北京，我们都觉得那儿非常漂亮。六十 ，C， 你家离公司远吗？很近，我每天都走着去上班。老师再见。